你们先不要，两队都要啊，干什么？又不是抢答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来，注音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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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们不会的话，也算要扣吧，对不对？也是我们守住，对吧？哈。哎呦，自己定规则啊！啊，不说了算了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。不可能听你的，有提示吗？他们不对的话，就算收住。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啊？男歌手。男歌手。满脸问号，天哪！哎呦，果果又吃到了，哇靠！强呢？不。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不然你再给我们点时间好吗？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想。等一下。哎呦，哦，对对对，再给我两分钟。三二一，果果告诉我们答案。音浪吗？怎么唱？身体放开自己，地心引力闯入你。哦 no！ 哎呀，处理身体，放开自己。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被撞到地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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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守住第二题，下面一道太好了，他有空白，请出题，谢谢谢谢。接上去。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，总有一天我。每一阵子也只要平凡快乐。哎，你们先不要，你们先。两队都要啊，干什么？又不是抢答。对呀。哎，一兄弟，你们会吗？我们现场刚好有一个舞迷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真的，哇，那一定会了哈。简单，很简单。哦哦，舞迷，简单。他是会那个飞天遁地去找五月天的那一种。那一定会了。好强哦。但你等下要答对的，答错偏尴尬，不是因为我话讲成这样，你要答对，答错太丢脸了，一定要好的，完全，完全好，不瞎猜，来正确答案，真的别瞎猜。谁说这样不伟大呢？耶，哎，答对是答对，但是走音很严重。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OK。